你要很放心的把陈婷妮拿掉，让这个角色住进来。以前会觉得希望角色跟 自我的本身 有串联，可是现在会尽量希望是不是能够把陈婷妮 的面相完全拿掉，单纯是以角色为出发。每一年想法都会 有稍微的改变，但不会变的是其实蛮感恩自己的转变的，因为我觉得在模特儿身上看到的东西跟在演员身上学到的东西不太一样，我觉得眼神会变得比较有故事性。爱上表演之后，我的人生变得很多元，感恩有这样子的一个出口可以让我了解这个世界，表演让我阅历人生。